佢都系啊，潘顿跑开噶之前，不主過要梁家似啊，俊今日成績都唔用錯心機去啊，跑可以，top 冷六門七去留意九下十呢匹四啦。头先其何言嗰只日就月将都追翻好多，主持人俾亦都 tips 啊，係喺外面追翻嚟咪噶，话嗰條跑电線今视日都嚟未必話好好啊。嘅，即系照计系十二好跑嘅，即系守住个靓位十噶二嘛，胆又轻磅。最好啊，拣多咩啊啲？Jenny 馬拣十咧，一，覺得冇乜十一步速硬跑啊，嘅早 Jenny 段啊，積極啲威啊，飞扯快啲個步速初跑咁。似曾後追相，馬可能跑超十班四，復星啊，唔會穩好陣追啲啲。喎呢啲。因為一對星乜嘢班馬睇睇咧，啊？其實美麗天使個睇嗰變馬速可能勁咩？仲快過自然力量，自然力量要攤好耐嘅。你見我係仔樣啊，咧，之哇前都好見似要佢擺定唐太三隻起係碼，咁搖搖到順只馬咧，先至咧上力仲衝上威嚟。力飛馳，咁但係蔡明少嗰個 style 又唔同啊只美嘛。麗天使。煲着骑师今日都嗰有只买骑师赢咧，蔡之前明少。我系陈家希，我搏命嗰啲只狂舞派全才咧，就上次啊潘顿骑飞速跑方第二，面咧就个伟暂大时都今次系美丽叫天使啊，再热啲都唔廿六同蚊仔啊，仔因为佢好几磅跑啊，再你睇骑。翻佢之前赢马咧，佢就算认排真嘅外话咧，就档真系呢啲都好系啦，好亦黑都冇可得早佢只段啊 top 咳开埋始。嚟啊。今日因为嗯，升班你遇轻磅潘顿，更加骑唔到啦，六二分马。咁莫雷拉即咁刻都攞翻啦！上次莫雷拉系应承咗要骑其他马啫，如果唔系佢，我谂佢都应该会想继续骑好难系咁嘅。买上次 Easy Win 嚟嘅，十二十其四五，他马双白旗今日都冷门我系而家啊！未买嘅，我都次热门就疾唔风理明啦。区超班复星，搏能食一饱啦，星期三都好成绩啦吓，不过都冷门嚟噶，都系啊。有热冷啦，马冠都唔热着啊，今估日啊，就咋啲估啊，咋实啲力坐骑唔系好多嘅，其实咁样。跑哦，咁今日过食饱我咪巴赢到。过嘅咧就系二上号次田汤星期三三赢十三四，边，今日又唔第见二咗，号好冷门今日啊，巴到三边度都。三者都好分跑过面喎，板，如第果十可以三次三寸一过嘅面话，板，呢只安犀仲都有利实力噶，尾场，即系咪睇你即系有冷进冷地步啊？多啦，有进步就会嘅，我希望赚到啲形势啦。如果冇乜马一房嘅号话，你睇翻佢外地都系赢啲上长次途九啊。啊九倍，跑十二，同马房就全二才一号就未九点换七到，倍。都系睇翻啲周俊乐都成日帮你马试闸嘅，不过跑就之前潘顿啦。十二十系四会觉得呢只啊，如果呢只马系要用减磅骑师嘅，咁一早就配咗周俊乐啦。嗯，都要考下啲骑七号，功嘅。其实买五七位置 Q 都几好。不过资全力咧，才就马房次选嚟嘅。都落翻啲飞喎，十四号啊，先八倍嘅。安仲落飞。安仲上次都好多飞嘅啦，尾不过直情控制唔到，俾路屎啊，戴咗个面箍啊，喺有两谷只马喺草，度跑今日嘅，即刻都即刻除咗佢。即俾巴度九号安仲，今日都转一转手啦，巴度。又系法国人啊！上次俾呢个彭国年啊，俾呢个 Mandy，疾风明区啊，个个调都整系翻啦，先过关飞得好多啊，今咁啊次俾上翻巴七度。倍。潘顿嗰只都几硬净喎，超班复星，即系佢系成日第二啊嘛，系。即系二重彩嗰啲啊，指定摆第二啊嘛，成日都。得 Win 就可唔可以赢翻场啦？今日都有啲处女马赢嘅，就最惨系系。上季未有二重彩，成排二啊嘛，今季有二重彩啊，跑咗一次第四啊。今日都三个第二嘅咯，又第二，阿顿哥，顿哥第二系揾啊。御巴道啊，你要啊，即系赢嗰个啊。咁买定呢条二重彩都好啊。第二都好过冇 pay 先啦。咁仲有美丽天使喎，但系美丽天使我又觉得都几硬净啊。嘅原因咧，佢有尾场两会开样嘢，翻佢 A 一啦。真系赢过两次。好啦，时间亦都差唔多啦，闸前嘅红灯咧就就刚刚亮起咗。上次潘顿骑尾场嘅赛事，三班跑1800米。系咩？即系搏得加咗七磅。落飞嘅马九号安仲巴道今日亦都顺利成为今日嘅骑师王啊！笃野威之着咗呢个绿灯，另外自然力量咧亦都着咗呢一个绿灯嘅 win 啊！好啦，马匹亦都开始入闸，见到疾风名区啦。赢过两次啊！再嚟就威力飞驰、正本开心、天外天，跟住就有啲脾气嘅呢只山兔啊！咁啊，由行圈去到闸前准备等入闸，佢都系仲系有啲扭计嘅。各方面嘅环节都未做得好好，呢只山兔，所以都好冷落啦。紧接住就双白旗啦，即就买九十二十四，即十二十四喺度啊！好多人再嚟就招班复星，
順利。24蚊，美麗天使一號碼格萊美，剩翻呢兩隻鏡頭所見。好啦，美麗天使亦都冇問題。仲有碼嘅一同埋四狂舞派格萊美，亦都準備入閘。時間亦都差唔多啦，話仲有隻安仲原來11倍落到。好啦，亦都差唔多，交曬俾你啦，浩然。大熱門12，美麗天使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10場賽事3班1800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天外天啊少少慢咗啲嘅，咁前面快嘅馬咧，美麗天使出閘都相當快閘啊，慢慢攞入去啦。咁跟住佢後面咧就有自然力量啦，外邊走上去嘅馬咁啊有呢隻正本開心嚟噶。咁再見到出面位置仲有格萊美啦、安仲啦，好多層嘅馬啦。咁先見到疾風名區啦，咁啊響出邊灰馬加洛飛區啦、藍晚罩，大約跟住個第八位就超班福星啊，內欄仲有威力飛馳啊，中檔夾住咧，咁啊尾五到咧就雙白旗啊，後邊四隻天外天山。再入邊嗰兩匹馬，粉紅帽係全才啦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馬咧，紫色衫、黑色帽咧就係狂舞派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帶頭嘅馬係美麗天使喺埋邊啊，佔先少少嘅，外邊拍住佢嗰只正本開心嚟噶。咁啊再見到第三位啦，咁啊埋欄位置黑衫嗰只就自然力量啦，一路就跟住只美麗天使嚟跑噶啦。中間有格萊美啊，響出邊咧就係安仲啊第四位噶，再入邊嘅第六位內欄黃衫威力飛馳拍住佢出邊紫色衫，跟住個第七咧仲疾風名區啊，後邊橙眼罩、橙衫天外天啦，出邊加洛飛區就灰馬啦，咁啊再見到中檔雙白旗啊，後啲嘅馬尾四到啦，內欄紫色衫、黑帽、狂舞派，尾三藍眼罩、超班福星掟出去嘅馬有山圖啊，包咗落尾係粉紅帽白衫嘅全才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美麗天使俾幾步啦，咁啊佔先少少入嚟嘅，跟住佢後邊自然力量啊，咁啊再見到中檔位置追嘅馬有疾風名區啦，咁啊馬林中間咧仲有呢只安仲啦，原欄。追上咗少少咧，仲有威力飛馳啊！咁啊，格萊美亦都有份上啊，兜到嚟追有200多米啦。前面透出仲係呢只美麗天使啊！咁啊，見到自然力量第二位，個外邊位置衝上嚟有疾風名區，埋邊有格萊美啊！接近終點，美麗天使就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二名咧就自然力量啊！第三名就格萊美，咁啊同埋疾風名區咧就相當接近啊！基本上大家都跑啱曬㗎啦，咁啊美麗天使就擺咗喺前面走啦，自然力量一路跟住佢啦，結果兩隻馬都係跑得好好啊。第三名嘅馬咧，咁啊真係呢只格萊美同埋咧疾風名區又近喎，一號啊高盤少少嘅要影相啦。好啦，尾場跑緊場 A 一啊，咁啊12號美麗天使啊，莫雷拉咁啊食埋美糊啊，第二名咧都係星斑馬14號自然力量蔡明少，第三名一號啦格萊美何澤瑤，第四名咧就係6號啊疾風名區田泰安。我臨尾只14落到40幾蚊啊，最尾啊 A 一啦。好啦，都跟住只12跑啊，過唔到人啊。因為早段你見蔡明少都好積極啊，係咁力騎噶啦。唔好做馬評啊，真係。美麗。吃了兩場喎，臨尾啊，孖寶啊！暫定名次啦，12號、14號、1號、6號，1分47秒44。睇翻賽事重播，被妥當十場賽事3班1800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天外天啊少少慢咗啲嘅，咁前面快嘅馬咧，美麗天使出閘都相當快閘啊，慢慢攞入去啦。咁跟住佢後邊咧就有自然力量啦，外邊走上去嘅馬咁啊有呢隻正本開心嚟噶。咁再見到出邊位置仲有格萊美啦、安仲啦，好多層嘅馬啦。咁先見到疾風名區啦，咁響出邊灰馬加洛飛區啦、藍晚罩，大約跟住個第八位就超班福星啊，內欄仲有威力飛馳啊，中檔夾住咧，咁尾五到咧就雙白旗啊，後邊四隻天外天山。圖啊！再入邊嗰兩匹馬，粉紅帽係全才啦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馬咧，紫色衫、黑色帽咧就係狂舞派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帶頭嘅馬係美麗天使喺埋邊啊，佔先少少嘅，外邊拍住佢嗰只正本開心嚟噶。咁啊再見到第三位啦，咁啊埋欄位置黑衫嗰只就自然力量啦，一路就跟住只美麗天使嚟跑噶啦。中間有格萊美啊，響出邊咧就係安仲啊第四位噶，再入邊嘅第六位內欄黃衫威力飛馳拍住佢出邊紫色衫，跟住個第七咧仲。疾風名區啊，後邊橙眼罩、橙衫天外天啦，出邊加洛飛區就灰馬啦，咁啊再見到中檔雙白旗啊，後啲嘅馬尾四到啦，內欄紫色衫、黑帽、狂舞派，尾三藍眼罩、超班福星掟出去嘅馬有山圖啊，包咗落尾係粉紅帽白衫嘅全才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美麗天使俾幾步啦，咁啊佔先少少入嚟嘅，跟住佢後邊自然力量啊，咁啊再見到中檔位置追嘅馬有疾風名區啦，咁啊馬林中間咧仲有呢只安仲啦，原來。
蘭追上咗少少咧，仲有威力飛馳啊！咁啊，格萊美亦都有份上啊，兜到嚟最後二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仲係呢只美麗天使啊！咁啊，見到自然力量第二位，個外邊位置衝上嚟有疾風名區，埋邊有格萊美啊，接近終點，美麗天使就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二名咧就自然力量啊！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十二号美丽天使独赢二十五个半，位置派十三个半，跑第二名咧十四号嘅自然力量啦，位置派十四个半，跑第三名一号格莱美，位置派八十一蚊，跑第四名咧六号疾风名区，连日十二搭十四派五十九蚊，三重彩十二号、十四号、一号顺序派一千六百蚊，单希派八百零八蚊。位置 Q 十二搭十四派二十七蚊啦，一搭十二派一百四十八个半，一搭十四派二百二十三个半。熱 Q 收場尾場啊，九蚊 Q， 好似今日得呢場係大熱 Q 啫。三計預計派彩啦，勝出組合 A 一格夜熱門派十六個半。呢只馬都跨季四圈啊，食住個鋭氣啊，升班再贏。頭先阿爸贏啊，呢只團體啊。不過最後隻自然力量咧，越追越近啊！嗰隻都，不過兩隻都好有氣嘅，都好嘢嚟嘅，係啊。